兄弟们，七步学会游龙穿梭。前面四步是左右逢源，第一步就是翻手，第二步往右边下去，第三步呢咱们做的是飞花，第四步还是翻手，第五步呢往左上方推，第六步的话让这边这一头往你的左肩的后方绕一下，第七步直接拉回到身前就可以了。连起来的话就是游龙穿梭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，那加快速度。